应新冠肺炎疫情，守护你我健康。为了您，我们坚守岗位，防疫病安，你我有责。为医疗安全发声，防疫病安，你我有责。为医疗安全发声，防疫病安，你我有责。前请正确佩戴口罩，并准备好健保卡。进入医院后，请配合手部酒精消毒及红外线体温测量，并出示健保卡或卡。至门诊外等候看诊，座位需采梅花座。如为站立，请保持 1.5 公尺社交距离。进入诊间看诊，必要时才可将口罩摘下。离开医院返家后，应立即抛弃旧口罩，并进行正确洗手。住院前，病人需进行新冠肺炎 PCR 核酸检测。依照政府及院内规定，住院期间仅限一位家属或看护陪伴，且需经 PCR 核酸检测呈阴性，并扫描病房门口 QR Code 实联制，经护理人员许可后才能进入病房。配合院内防疫政策，住院期间拒绝访客探视，可多利用通讯软体视讯探病。住院期间如需离开病房，皆需佩戴口罩。为医护发声，加油！为医护发声，为医护发声，为医疗安全发声。